欢迎光临米诺咖啡的频道，新年快乐！今天两金哥过年在台东过，那来这边的话呢，两金哥非常想要喝一杯咖啡。好像台东，很多过年全部都休息。那我经过了几个好朋友来推荐的话，找到一个这一位达人呢，叫做小贺咖啡。那我们就来喝看看。然后这边的冲煮设备，非常的雪克一下，原来就是我们的川流绿杯，是业配吗？不是哦，大家不要，这就是柴烧的哈。好，这一颗就是我们红外线的流金功法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，请问一下老板，今天推荐我要喝什么样的咖啡呢？今天陈老师来，当然是要推荐牙买加蓝山的逸记。我想用刻度 3.5， 然后配合这个柴烧。那为什么会踏入这个咖啡这一行呢？这朋友介绍，然后就刚好也对咖啡有兴趣。是喜欢喝还是什么样？借朋友的介绍，然后慢慢的踏进这领域，然后刚开始也蛮喜欢的。就发现这个领域蛮好玩的。现在这边目前开放的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10点。晚上七点到十点，礼拜一到礼拜五。对，一天只营业4个小时。他只招待贵宾，因为只要进来，我们全部都是他的贵宾。入口马上感受到一股酸香气，可是马上转换成甜味。它不算是柑橘调性，它算是比较属于柠檬跟莱姆的香气。尾韵慢慢的会有一股比较偏向香料的香气出来，不错。大家可以来试一下牙买加蓝山逸记，这是一个特别的咖啡，但是我又想喝到一个比较正常可以接受的咖啡，有没有好推荐？这常喝这种这么贵，我动不掉。是马拉维逸记，日晒那一支。对对对，日晒的马拉维逸记。好好好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位老板，你好像很偏爱柴柴烧呢。那我们用。36克，你要萃取600。哦，你现在从自家车库改成咖啡厅以后多久的时间？4个月。四个月。对，开幕4个月。开幕4个月的。是。就是一些亲朋好友过来捧场。对。哦，你有一个梦。一个咖啡梦就对了。可是你这样子开了4个月以后，你觉得你的咖啡梦会不会越来越壮大呢？你个人觉得？期待啊。这一支是马拉威日晒的逸记。好，是。梅粉的香甜感，对，再加上。甜感是比较明显，是酸气，非常的微弱，所以台东喜欢这样的咖啡吗？还可以。你不是说卖最好的？对啊。哦，平均你这样子是蝉联第一名吗？目前应该有卖个120磅有了。哦，一个月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也不错。那如果喜欢植火烘焙以及特殊咖啡豆的台东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台东，可以来我们的小贺咖啡，是找他聊聊天，喝一下特别的咖啡豆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键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